每次同非洲朋友见面，我都倍感亲切，尤其深切感受到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基础牢、起点高、前景广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光辉典范。 中非命运共同体根植于传统友好。上世纪中叶以来，我们在反帝、反殖、反霸的斗争中并肩奋斗，在发展振兴、筑梦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同行。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，中非友谊赓续传承，历久弥坚。